他那个人他用这个用的比较多了，他就会叫。可以，只按一下，按一下，然后把阀把换上就可以了，不会再重复按了。对，就一个2000克的嘛。对。到这个阀门就可以了。哎，从那天来也是就用这一个是吧？还是还有1050、25的？他教主，他教主就有2000的教主了，他用他的砝码教主的，教主就有2000的教主了。是。他测的话用了什么100克啊，然后5克啊，10克啊。对对对。1克。还有一些其他的砝码吗？还有其他砝码去测的，那教主的话只有2000克教主了。因为他这个电子秤它有个出厂规格，然后他教主呢是标准是2000克的教主。那对，先是养分析仪嘛，然后就是孔板这里，孔板嘛，然后就这个电子秤，电子秤，这里就没有了，下面没了，是吧？如果它有那个烟密度的话，就用滤瓜片来校准这个烟光密度，对对对，没有的话记得校